这是这在这里的，哎呀，该开了。脚后跟露着红肉，留着脓，脚尖着地儿。你说这样的驴，它能好好吃吗？能胖吗？对不对？刚才养殖户啊打电话，一会儿我们就过去看看这头驴到底什么样。我现在在南阳的牲口市场上，这里的驴呢修蹄子的也修了，一会儿我们就去养殖户家里，就这头驴啊，看一看小驴呢，还脚尖着地儿，都露着肉了。哎呀哈，哎呀哈，嚯，肉的，哎，进嘴里了。这儿没事儿，肉垫儿是吧？会，坏了，这个也坏了，坏了呀，你看，这儿坏了，肉垫儿那还是有血，这能不能扔？你去拿药吃吧。那你这这切开来，那这粘啊，哪边了不？不是，有这黄油膏，越不动，这能坏了，你看。疼着上头这块儿，啊，这块儿它疼这块儿，这能疼，这能不能动？那怎么不能动啊？那咱都是流血了，流的流的，不能不能，那个坏事的中子里。那块摸着它疼那块，那块得往这块捞一点，不捞点不沾血的。对，因为就能动一下。不动不沾，不动它这插的捞，不捞那不捞它摁着那疼的，因为走不了道，把它再捞下来呢，得你捉着。那小了肉子也就喝了喝了血了。你来吧，你把上人捞捞的，不捞的他疼，他受不了。哟，先别动手，我看一眼。哟有不能？我看哪去？我看着红地了。哎呀，这么好！这是块什么？捡肉垫儿。什么炮？哎呀呵！完了，五花大绑了。哎，这不这个出怎么这样？不是这一能顶我这没摸哎。对，看这造型，站直了。站不直。哎呀！这没窟窿是吧？我窟窿，他这哎，从这边漏了。是，从这边出来了。从这边提壳，这玩意儿。那什么？那是提壳。那是。不溜溜，第一次从这边出来了。哎呀，那扎针都现在还正流呢，宝贝。啊，拉了八块，哈拉哈拉的，你看。哎，不是，这边。哎呀，从这出来了。啊，这是这不溜溜，你看。啊，人家你上这边看看来，这边坏了。不溜溜。哟哟。看这驴坐杠上了啊，浩南坐一个，你坐上去坐驴后边。这是云南白药吗？不是，这是消炎粉啊。青霉素，多少？青霉素。往那倒吧，那一片户都是。对。嗯，对。实际上倒也不得行，到时候不刮风刮跑了。到了，你闹点什么？对，闹点。
哎呀呵，干啥呀？哎呀呵，看见了，我不能堵住了，俩坏天啊，后天修那个。别动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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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别动了
太开了。哎呦，这块厉害，还这掉地上了。快，下来。离远点，这太。好嘞。你现在还太土了，我跟你说。对。有了。哎。这个是打了热不吃了。好家伙来了。什么都会干呢，师傅。人家说师傅就天传活还。嗯，顶八个兽医。好了，修好了这就。师傅的拧鼻子里真厉害。草进去了都。嗯，泡进来都。行了，不拐了是吧？哎！扫着了，这是？对，扫着了。哦。点着小加油，哎。